Debbie，上次，Bob，哦，很饿，对不对？对。很饿，Bob 很饿，Bob 要吃什么？Bob 要吃个汉堡。啊，十个汉堡，哦。太多了，对不对？对。啊，太多了。Erica 说什么？Erica 说：“我不饿。”Erica 要不要10个汉堡？对，Erica 不要 sugar，Erica 不要吃汉堡。对，Erica 不要吃汉堡，为什么？Erica 不饿。对，Erica 不饿，你要不要吃10个汉堡？No，不我要。不要。吃个汉堡，太对了，太多了，对不对？太太多多了，了。很好。啊，好，Erica 觉得啊，10个汉堡太多了，然后包吃了10个汉堡，对不对？不对。啊，不对，为什么？Bob 不饿。对，Bob 吃了1个汉堡，对不对？对。然后 Bob 不饿了。Bob 不饿了，不不饿了饿。，not hungry anymore. 对，很好，不饿了。不饿了，不饿了，很啊，不好。饿了。不饿了。Erica 吃了什么？Erica 吃酒很汉堡。好。对，Erica 吃了9个汉堡。九个汉堡对。，Erica 吃了九个汉堡。对，Erica 吃了9个汉堡。Erica 说她不饿，对不对？对。可是 Erica 吃了9个汉堡啊！哎，Erica 很奇怪，很奇怪。对不对？对，Erica 很奇怪。很奇 Debbie，怪。你觉得你奇怪吗？对，你很奇怪，me 你啊，sometimes 哦，很好。我也很奇怪，OK，很好，我喜欢奇怪的人，奇怪的人，我喜欢，OK，我喜欢奇怪的人，Ren, weird people. 对，我喜欢奇怪的人。OK，好，我们我们都奇怪，对不对？对。我们都奇怪。很好。OK，好，Debbie，今天我们说四，四，四，OK，Bob。
和 Erica 很饿，对不对？对，对，Bob 和 Erica 很饿。OK，好。Bob 和 Erica 住在哪儿？Bob 和 Erica 住在加拿大。对，Bob 和 Erica 住在加拿大。加拿大有没有中国菜？有，很好吃，很好。酱瓜菜，对，加拿大有很好吃的中国菜。对，酱瓜菜。对，加拿大有没有韩国菜？加拿大。有韩国菜，对，加拿大有韩国菜。加拿大有没有意大利菜？加拿大有意大利菜，喂，很好。加拿大有没有印度菜？加拿大有印度菜。喂，很好。所以 Bob 和 Erica 可以吃中国菜、韩国菜、意大利菜、印度菜，对不对？对，对，可是，Erica 要不要吃意大利菜？Erica 不要意大利菜，为什么？意大利菜太贵了。对，意大利菜太贵了。Erica 有钱吗？Erica 和 Bob 不有钱，对，Erica 和 Bob 没有钱 没有 ，OK，对，没有钱，钱，没有。所以他们不可以吃意大利菜，对不对？对。很好，OK，Erica 不吃意大利菜，因为 Erica 没有钱，对不对？对，好，那 Erica 吃不吃韩国菜？Erica 不吃韩国菜。Erica 不吃韩国菜。韩国菜贵吗？韩国菜，不对，韩国菜，不贵，很好，韩国菜不贵，I think about it. 很好，对，韩国菜不贵，所以 Erica 吃不吃？不吃。Erica 不吃，为什么？韩国太辣了。韩国菜太辣了。很好，Debbie，你觉得韩国菜辣吗？我喜欢韩国菜。你喜欢韩国菜，所以你喜欢吃辣，对不对？对，很好，好，OK。Erica，Erica 很奇怪，很奇怪，对不对？对。很奇怪。
Erica 不要吃意大利菜，Erica 不要吃韩国菜。Erica 要吃印度菜吗？Erica Buche Indu Thai. Erica 不吃印度菜，为什么？Zhuatian Bob 和 Erica Chila Indu Thai. 哎呀，昨天他们吃了印度菜，今天他们要不要吃印度菜？Oh, yeah. 不要哦，好。昨天，Debbie，你吃了什么？昨天我去了，what was it? Mexican food.哦，很好，很 Tacos. 好。你吃了墨西哥菜啊，好好吃，对，不好吃。How to？好吃，墨西哥菜，呜，很辣，很辣，对不对？不对。哦，不对，哦，你觉得，不辣，对不对 ？OK，很好，很好，好。昨天你吃了墨西哥菜，今天你要吃墨西哥菜吗？今天嗯，我去了意大利菜。哦，今天你吃了意大利菜，今天你不吃墨西哥菜，对不对？对。好，好的，所以 Erica 不吃意大利菜，不吃韩国菜，不吃印度菜，Erica 要不要吃中国菜？Erica 不要中国菜。为什么中国菜很好吃？为什中么？国菜很好吃，可哦，是 Erica 每天吃了中国菜。对，Erica 每天吃中国菜啊，Debbie，你觉得我每天吃什么？what do I eat every day? Debbie，你听，你觉得I think. 我每天吃什么？你，我觉得你去了中国菜。对对，我每天吃中国菜。为什么？你觉得let me think how you say it. 中国菜最好吃。对，我觉得中国菜最好吃。Debbie，你呢？你呢？It's pretty up there, yeah. Debbie 不觉得中国菜最好吃。不开you 心。know, no. 我觉得，小笼包最好吃。你觉得小笼包最好吃？很好，很好，很好。现在我开心。
OK，很好，很好，好，所以 Erica 喜欢吃中国菜，Erica 每天吃中国菜，对不对？对，今天 Erica 要不要吃中国菜？今天 Erica 不要中国菜。今天 Erica 不要吃中国菜，那今天 Erica 要吃什么？Erica 说。都可以，Erica 说都可以哦。Erica 不要意大利菜，不要印度菜，不要韩国菜，不要中国菜。可是 Erica 说，都可以哦，Erica，哎呀，Erica 很奇 怪，Erica 奇怪。对，Erica 很奇怪，你觉得 Bob 现在开心，不开心？Bob，现在 Bob 不开心，现在 Bob 不开心，为什么？Bob 很饿。对，Bob 很饿。Erica 不吃很多很多菜，不吃这个，对不对？对。OK，所以Erica 很奇怪，对不对？对，Erica 很奇怪。可是，我觉得，Bob 也很奇怪，对不对对。？Bob 也很奇怪，因为上次 Bob 要吃什么？Bob 要吃汉堡，对。几个汉堡？一个汉堡。几个？几个？Bob 一个要吃一个汉堡，对，Bob 要吃，Bob 吃了，吃吃了。了，Bob 吃了一个汉堡。对，Bob 吃了一个汉堡，可是 Bob 说啊，我要吃10个汉堡，对不对？喂。Bob 很奇怪，对不对？对。Bob 很奇怪，Erica 很奇怪，Bob 和 Erica 都很奇怪，对不对？对，很好，OK，非常非常好。